便宜。大地上有群人，人往哪里走，心向何处去，汗水它流成了迹，照亮了我的心。奇怪，每天到这个时候啊都要看看新闻，怎么样，给我找个房间吧。啊，好，可以安排啊，可以安排。哎、啊、来吧。好，诸位慢吃啊，先走一步，请。签字仪式昨天下午举行，这是一条具有90年代国际水平的建筑材料生产线，它的建成将缓解我省建材供需不平衡的状况。这是我省目前最大的一家中港合资企业。这是由本台记者杨洋报道的。另据我台记者最新报道，今天凌晨，在我省102国道上发生了一起服毒自杀案件。据公安部门初步调查，现已查明，自杀人是我省某制药厂的厂长，名叫白大明。他将自己关在集装箱改制的卧铺车中服毒死亡，公安部门对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调查中。不可能，目前已有证据说明死者涉嫌一起特大经济案件，本台今后还将陆续对此案进行追踪报道。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。本台消息，在我国足球改革的大潮带真不好意思让你陪我看电视，它对于推动我省足球，这和我的工作有关系，将起到重要作用。哦对了，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白大明被人杀了。
啊，肖机长，待会儿我们请您唱支歌。我看算了吧，不要冷落了外面的客人啊。我先告辞了，晚上我还有事。老连长是大忙人啊，就不耽搁时间了啊。好，我等着你请我啊。好的，一定。好啊，谢谢你陪我看电视啊。省检察院的，这是我的证件，您能帮忙查一下李文文住在几号房间吗？啊，
没有走远。是啊，寻找文文的人并非只有你和我。他肯定是弃乡而逃。对，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出去看一看。你们找谁呀？找你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吗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那你们得告诉我你们是谁呀？少啰嗦，去了就知道了。那好吧，走。柳丝，柳丝，我刚才去了一趟总台，总台小姐说呀，那个文文呐，根本就没有退房，他呀准时出去了。哎，哎，你有完没完呢？
干什么呢你？会不会开车呀？你没看见红灯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在执行公务。执行公务也不能闯红灯。这人真是的。那好，你先走吧。刘思没回来，肖局长也没回来，他们都没回来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文文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，快点。没带。工作证。你们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少废话。哼，你们是哪个局的，我跟你们去就是了。把工作证拿出来，快点。刘检察官，你早该跟我们说呀，耽误我们执行公务。我？哎，师傅。哎，停停车。啊，请吧，真是对不起啊！啊，再见。喂，哦，局长，我把刘四给丢了。就是撒泡尿的功夫。你小子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呼他了吗？啊，我已经呼他了，可是他始终没有给我回话呀。啊？啊？嗯。急呼9988，肖剑。对。肖局长，雷鸣来电话了，找你和刘思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是我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还以为雷鸣把你丢了呢。好，我就在局里等你。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好的。会武功吗？武功不会，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几手擒拿。那你能对付坏人吗？你是指什么样的坏人？武功挺强的，比如像东方不败之类的。哎呦，那你爸爸非以身殉职不可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我一再强调要慎重，那不仅仅是为了亚东集团，更不是为了我个人，这是为了有一个能够友好祥和的大环境，这样才能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局，有利于外方的投资。
这件事他必须给我一个答复。检察长，咱们还没有接触到亚东集团，这完全是心虚，恶人先告状。我这个老同学呀，小姐，要立即对所有的证人采取保护措施，特别是那个文文。我们的原则是，不到人赃俱获的时候，要采取查而不接、围而不打的方针，让他们慢慢暴露，慢慢去表演好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在这段非常时期，凡事要处理得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好，我走了。局长，哎，您先看看这个，还有这个。我看这样吧，根据文文的电话本，一个个查出电话人的年龄、职业，以及和文文的关系。另外呢，这是个电话，刘思你去办，你要尽快调查清楚文文的详细资料和他生活中的一切爱好以及细节，要保护他。好的，知道吗？还要放长线钓大鱼呀。他能跑到哪儿去？他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，即使离开他还会回来的。另外，根据昨天的试探，亚东集团确实和白大明有着长期的经济来往，这证明胡林的交代是对的。另外，直接有业务关系的是陈科员，要注意陈科员。我觉得陈科员涉嫌谋杀的因素多，因此要特别注意他。哦，你是说他们还会杀人灭口？下一个被害人就是文文，这是一个呼号，这是检察长亲自掌握的与亚东集团内线有关的人员，必要时可以用的。哦，可以亲自见面吗？你只能把密码告诉对方。刘思，你和追杀文文的人见过面，要小心点。另外呢，我已经和有关部门通报过了，确认那两个人完全是伪装的。另外呢，亚东集团我已经做了部署，咱们采取的战术还是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战术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吧。明白了。哦，那个箱子里的钱是30万。这是小数目，他手中没钱，肯定无法逃走。喂，是我。好，好，就这样，你们俩去办吧，及时向我汇报啊。哎，好的，走吧。肖局长，检察长说这个卷宗很重要，让我单独给你送来，上面有领导的签字，您是不是先看一看？好，我马上看。胡闹！是老梁吗？是我，老梁，你做的对。什么？他们要集体辞职，你就让他辞。好，我马上就到，你等着我。许处长，局长，哎，许处长，你把这材料处理一下，哦，我马上去看守所。好。
啊，得了，今天呢，能把各位都请来啊，不容易啊。平常呢，大伙儿都挺忙的。我也不用交代什么政策了吧，是吧？这大伙儿都懂。啊，大伙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。啊，特别是你们二位，老兄，都是熟人熟面孔，在一起工作那么多年了，听那些人瞎扯那干啥呢？就是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那么认真？哎，这可不是小问题啊！你看看有多少人反应啊？啊，这对我们来说呀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们知道，私扣人犯家属送给人犯的财物，这可是违法的呀！啊，假如说要是你们的家属进了看守所，你们的财物被扣下了，你们又该是怎么想的呢？你别跟我们讲这些大道理。我们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，都知道该怎么做，现在就这形势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咱们对人犯是不是应该依法管理啊？啊，我说老梁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常年同这些人打交道啊，没什么不正常的。正常？再这么正常下去，我看接受管教的就该是你们了。啊，好了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啊。走吧，大伙儿都不容易，休息吧。局长，你看怎么办？送局纪检。如果反贪局继续把矛盾指向亚东集团的话，那么美国方面将考虑必要的措施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爸，您看有没有必要跟反贪局打一下招呼？反贪局并没把你们怎么样嘛，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，自己吓唬自己啊？不是，反贪局刚开始查胡林，现在又开始查白大明，我觉得这不明摆着冲我们亚东集团来的，风马牛不相及嘛。反贪局虽然没有正面涉及我们亚东集团，但传闻已经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声誉和生意了，特别是在管理层中已经产生了某种情绪，现在美国方面已经多次提出了关于投资的顾虑。现在亚东集团的生意从各方面都到了紧要关头，好多新的项目正准备上马，如果伊妮小姐现在撤回投资的话，我想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。爸，如果新的项目要是下马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几千名工人的失业，这样一来对我们自己也非常不利，我想对社会也不利，这样也不适合改革开放。我看检察院绝不是要搞垮亚东集团，相反，他正是要帮助你们健康的发展。伊妮小姐，放心，必要的时候我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。如果还不行，我向省长反映。啊，至于猜测呀、传闻呐，不要理睬他。现在你们的当务之急是稳定情绪，抓好产品的质量。在这方面哦，特别是那个新项目的上马，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失误，启良，我可拿你试问呢。那当然，我们从来都是在各种压力下工作的，从没有误过。
请领导放心。啊，听说伊妮小姐要出去转一转，什么时候成行啊？我准备明天就走。我来中国之前，我母亲一再关照我办两件事，一件呢就是如期促进亚东集团的二期投资，再有呢就是寻找我的父亲。那么你的父亲有下落吗？听说他参军了，可他所在的部队已经解散了。那么呢，我想到军区政治部找个朋友帮助查一查看一看，看看他到底是在部队呢，还是已经回老家去了。去你父亲的家乡看一看不就清楚了吗？我爸爸是个孤儿，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音信。我母亲到了国外之后写过许多信呢。是这样。茫茫偌大个中国，寻找一个人是很难的。只要有名有姓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查找。那就太感谢了。我爸爸住在山东省一个叫王家村，他的名字叫他叫王二娃。王二娃，这叫什么名字？一定是乃名。大号呢？我母亲说他就一个名字。哦，参军之后一定会改名字的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写封信，介绍你去军区政治部查问一下，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。找到你父亲，再把你母亲接回来，让他看一看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了。考试了，我不能回家陪您，希望您能注意身体。这段音乐是我专门从同学那里录来的，希望您喜欢。
来了来了来了。局长，你看晚报了吗？晚报？我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和白大明的死有关系。你看，第四版，啊，在这儿。坐。两个黑影从轿车里下来，从行驶中的集装箱车奔去，两人飞身扒住集装箱车的尾部爬了上去，慢慢的向车门移动。见过作者了吗？没有，我想先问问您。马上给报社打电话。好的。玉荣。喂，是报社吗？玉荣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挖你的眼睛。我和你们无怨无仇的，为什么要挖我的眼睛？你看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不许跟别人讲，包括你的男朋友，否则把你的眼珠当炮仔。我说过了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那只是小说，小说是虚构的，不是真的。别管是真的假的，对谁也不许说。你可给我记住了。走。哼。怎么样？差点把他给吓死。你们俩先回去吧，我上去看看。啊，好吧。我那完全是虚构的，我说过了，我那完全是虚构的，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？啊，难道一个作家写的东西都必须是亲身经历的或是亲眼看到的吗？我真不明白，你们怎么连一点起码的文学创作常识都不懂呢？请原谅我们的冒昧，我不是一个作家，但凭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说的不是实话。如果真的有什么可疑的情况，我会向您报告的。可这种没有证据的虚伪的事情，我能随便乱讲吗？检察官先生，如此巧合，不能不令人惊奇。你说呢？你应该记住那辆车的牌号。
我是在想你们该什么时候走。那辆奔驰车有什么特征吗？非常遗憾，你应该记住那辆奔驰车的特征和牌号。遗憾的是，我不该让你们进我的家门。有些道理。我想我的侦查是合法的，有些人却是非法的，这又多了一个遗憾。我喜欢和你合作，真的。心奔涌。